阔啊，加了一个小时多路程，终于到了啦，带你们拍一下这边的山景。啊，哇，那我们现在是在等车哦，因为我们要去玩那个越野的活动哦，所以驾车是进不到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等一下，待会车来了再带你们继续看。哇！哎呦，这几个！哦！哇！这大！过来，还有狗粪，没有看过狗粪。哎呀！看到吗？现在玩 Flying Fox， 在那边，重点是要自己爬上去。哎呦！看到的嘞呀，主任 ，OK 啊，主任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我太难了。啊，现在要去玩这个了。嗯嗯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来了来了，完了，整天了，肚子饿了啦。哇，好饱好饱，还没吃完呢，很饱哎。我下都吃完了啊。他下很甜。杨超了喂。哎呦，哎呀，哇，玩了整天，好累啊，睡觉了。
走喽，吃早餐喽。再看一台。吃饱出发喽！水果农场步行道，这颗就是菠萝蜜，香也没有椰的，龙眼，卖了。好像熟了，你吃看。卖了。龙眼。哦。哦。可以拿靠近一点看嘛。哦，火龙果。原来火龙果是这样，这火龙果在你。火龙果，这个是火龙果啊。啊。这个是火龙果啊。我还以为仙人掌哦。没有，火龙果是。哇，我还第一次看过火龙果树，我也是很好奇啊，到底是怎样生的。哇，它生出来了，它生出来了，它生出来了。阿丹尼。生不了。哦。D24XO， 这颗没有，因为它忘记零 XO。啊。两。不要切，不要切，不要切就走了。U turn 啊，这蚊子全部 U turn， 下到很爽哦，一路下很爽哦，上的时候就爽了。老人家，那我们来跌那几单钉。哦，出发去 Rabbit Farm。别哇，你直接在那个楼梯口那边跳啊！你不忘了楼梯跳哦，不忘了跟你过楼梯哦。兔子岩，哦，看到兔子了，兔子啊！潮湿骨头会烂到我。兔子。Hello， 小朋友，小朋友。Hello， 嗯，玩啊，不会了，摸，它不会咬人的，不会。爽吗？爽啊、哦！啊，我从山中出来了。要去吃午餐，吃这边当地出名的美食啊，就是这间当地人介绍的，讲这边好料。哇，果然真的多人哦。哇，包场啊，包场哦，这边哇，这个很香哦，香哦，还有泰国泰国。哇，这个手动沙巴啊，是布里亚尼炸鸡哦。哇，这个Jumbo size的，哇，叫一个叫这个 TS 高兰，这个喝到爽爽，这个咖喱核桃啊，这个好料啊，哇，好香啊，来喽来喽，吃喽，哇，这个羊肉要先拿，这个很香哎， must try 啊，来，我发鸡肉给你，谢谢，嗯，有炒肉吗？哇，好香！羊肉，羊肉。吃饭了，怎么的？哇，酱肉，给咖喱酱肉。哇，羊肉好料。嗯，很香哦。哇，阿姨头，好料哦。不错了。哎呀，吃饱了啊！走了走了，拜拜拜拜。OK， 我已经到家了。那这次的旅行呢，就到这里为止哦。那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并分享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